有了这些东西，能够让你在减脂期幸福感蹭蹭蹭往上拉满。今天的分享我打包票，你们会喜欢，都是我私藏的低卡蘸料，没有广告，都是我平时吃的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蒜香黄油酱，它呢100克大概是150卡左右，配料表非常的干净，就平时我会涂在贝果呀或者法棍上吃。还有一种吃法就是你涂在全麦面包上，把它放进烤箱滋滋滋5到8分钟之后，又酥又脆，那口感真的是超赞。第二款呢，就是这个丘比沙拉汁，是日式口感，100克大概30大卡左右。那比如说平时我自己吃一些凉拌菜的时候会浇一点在上面，那种酸酸甜甜的口感真的超级开胃。它甜甜的呢，是因为它里面加了浓缩的苹果汁，口感呢非常的丰富。第三个呢是这个牛肉酱，打给你看一下哈，它的这个100克呢相当于100卡，然后它的肉质真的是超级饱满，一口下去你就快乐。然后我主要是用它来干嘛呢？拌荞麦面或者是凉菜，我觉得它鲜椒的辣度也是刚刚好，主要是因为它很香。第四个辣椒酱，作为四川人怎么可能不吃海椒，特别是辣妹必须海椒，整遍天下啥子都在，比如说鱼、蔬菜、水果，所有海椒都可以在。今天晚上我就要吃一个牛排蘸它，好吃到爆炸，就是你想一下那种牛肉那种爆汁，加上一滴点辣椒在嘴巴里爆开，真的是超级超级巴适。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够辣，那你可以吃这个，但是不要说我没有提醒你，明天你要小心哦。今天的分享就结束了，想看更多的蘸料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哦。如果你们也有好吃的低卡蘸料，记得一定要反向种草给我。